这个球棒直接打断了三手，直接接到，这球投的成功啊！那一垒上跑者很快的就刹车，解决掉了强打棒，铃木成也形成了一出局。这个球其实控的真的完全按照捕手要的一个位置啊，因此挤压到了这个球棒，棒子是硬生的裂开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哦吼，这个要。这个位置坦白讲坂本龙可能 还是有一点点办法，其他人说真的棒子应该都断掉，本来在做的一些人才的这个掌握其实都是锁定的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这一棒扫到了右半边，我打得还挺远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接外球，然后也有蛮多强打者都可以符合算是国家代表队的一个中心打线的人选。其实我们也从5月8号以来啊，加上今天的失点，这球不在，本来要一个低的，就球飘起来啊。有些时候真的反而会，因为打这种会有一些设定，不会觉得你会投这个位置的时候，反而真的会吓一跳，因为好像看起来挥棒其实就比前几球来得更加勉强。对对对对，因为突然之间要打这种要扛起来的球，其实会让打者有点措手不及。